这是总经理办公室吗？在戏里面，杜子峰也是总经理，让我来感受一下。感觉怎么样？你觉得弹性如何？觉得总经理就是这种感觉。但是我们总经理不怕旁边没有扶手，不怕掉下去吗？遇到喜欢的人的时候，小鹿乱撞的心境表情，男装是吗？对，就是你是一个男人的形象。好了，我撞完了。男人不就是这样吗？男人就是怎么样都是没有办法形于色，所以我们就是很冷静的。好，你有感受到我喜欢你吗？有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让你形于色，你要不要出来帮我们示范几招你？咏春拳，简单的几招，让大家看一下。我的师父没有在开玩笑，因为我的师父呢是真的叶问的遗传弟子，他在打拳的时候要以礼相待，所以一定要先跟对手打招呼，再来问手，当当当砍，可以吗？当当当砍。谢谢。